啦。咁甚至如果未订阅我哋频道，都请大家订阅，咁啊顺便揿埋个钟仔。咁啊，你知啦，最正分析就唔系好定时嘅节目嚟嘅，咁啊。即係通常十一點零就會做乜，有時即係晏到十二點鬆啲啊。咁啊，因為即係有時點乜都幾多嘢要去即係準備，或者有啲嘢係要 fact check 嘅。因為頭先有一單新聞咁啊，講緊一啲即係中國最新嗰啲即係咁啊，叫做武器啊。咁啊，嗰啲嘢我都未 fact check 完啦。咁啊，做啊，因為要繼續 fact check 落去咧，可能搞到成一兩點都仲未啊，可以做多節目。咁啊，所以嗰個題目啊，就留翻俾咁啊，聽日講啦啊。咁啊，陣間都會講翻少少，咁喺晏晝圍爐咁啊，一啲即係你問我啦，咁啊，引發一啲即係。唉，咁啊一啲嘅感想，不過就留喺節目啊，最後先講曬新聞，咁啊先再去講嗰啲即係感想。好啦，咁啊講翻啦，龍年咁啊第一日，不過最後就即係講翻啦，咁啊少少今日嘅咁啊圍爐嘅事件都令到唉咁啊個心都唔係咁開心。咁當然啊，咁啊反而令到我最唔開心，唔係反而話第一個阿高妹嘅留言，咁啊大家亦都唔使啊去即係指責佢嘅，唔使啊。咁啊，譬如有即係，唔需要啊。不過即係對個留言唔係咁開心啦嚇，即係話，咁啊，喂，阿林康正啊，你瞌眼瞓咁啊嚇，即係側邊佢兩個夠啦嚇，你多餘咁啊，呢啲我梗係嬲啦，係咪啊？即係我成日都話咁啊，其實大家留言咁啊，網友同網友之間，或者係即係我哋之間咁啊，互相尊重就好重要。不，你問我呢啲啊，即係其實好易就上頭，咁啊雖然都好易會放翻低，但係有時個失望咧嚇，咁啊都擺咗喺個心度。第一，即係節目嗱，有時我唔係講咁多嘢嘅，都要睇拍檔。譬如你同啤梨，我知啤梨好中意做呢個主動，我咪做下把咯。啲料咁啊，有時甚至咁最多佢有時啲料講得唔夠，我幫佢補充。嗱，糾正發音嗰啲唔會啦嚇，但係大家成日話做咩？你唔糾正啤梨黨 Tesla Asia 佢成日講到 Tesla， 咁啊嗰啲費事啦，佢唔中意嗰啲即係嗰啲咩叫做咩啊？政治警察嘅，即係政係我個政治就係咁啊寫字嗰字啊，即係都要知道咁啊側邊拍檔嘅脾性。咁啊，佢中意講多啲，除非有時佢啲資料佢講錯咗啊，咁啊係重要嘅資料，咁啊先會話有少少用，即係又唔會話直接佢提點嘅側邊嘅角度去講翻糾正翻啦嚇，咁啊，咁啊同埋咁啊佢中意講多啲就俾佢講多嘢，好似喺圍爐都一樣嘅，咁啊。咁啊，都會俾即係側邊兩位講高啲嗱。如果真係我搭住霸氣哥嘅，咁啊，你知咁啊，有時都佢有啲位啊停頓嘅，我咪講下咯。咁啊，或者係如果啊，我未試過齋搭阿泰哥啦，但泰哥講嘢唔係咁多啊嘛。如果去到嗰個時候，就反而我就自己會講高啲，係要夾唔同人。即係我從來就唔會做節目，即係我唔想啲人覺得喂揸流他佬唔講嘢。我做每個節目，無論你話做看中國同阿 Lucy 拍又好，咁啊做希望之星同阿 Lina 拍又好，或者同阿曾姐拍佢都好，咁啊做圍爐、做啤梨漫步、做最正分析，一定擺好多心機。當然最正分析係會最多，因為最最多嘢講。好多其他節目根本就唔夠佢時間講，譬如一啲講 fact check 嘅。頭先我想講一啲中國咁啊啲武器嘅問題，頭先都未做曬嗰啲資料，咁啊就留俾聽日佢繼續講。咁啊即係搞到佢遲開咗添。咁啊，都會係即係咁啊，即係我唔想，喂，我唔絕對唔會揸流灘，我一定係會好認真。咁啊，譬如係你睇《看中國》係嘛？有時我都覺得係我覺得對阿 Lucy 同 Lina 唔好意思，我俾好多相啊或者片佢嘅。Lina 喺呢方面咁啊出圖嘅就叻啲 ，Lucy 嗰啲會有時會好亂，咁有時係咁啊，但係呢度即係反映咗，喂，嗰啲係想我揾埋佢俾佢，其實我會發埋佢字序啊，幾時出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、第五章，然後會隔一隔啊嘛。第二個題目，然後就第二個題目嘅第一章或者順住落嘅第五章、第六章啊，即係會有個次序咁樣去發俾佢，即係盡量都係方便佢人哋。即係其實每個節目我都唔想，同埋有時都會係嗱，有時譬如曾姐、Lucy、Lina 嗰啲訪問差唔多係嗰日子咧，
都會做有個分別嘅，譬如有啲就喺呢度講，有啲就要重複咗都冇辦法，呢個真係好唔好意思啊！咁啊，即係有啲好熱門嘅題目，你冇得唔重複嘅。咁啊，有啲就分配題目，有啲就有啲觀點喺呢度講，有啲嗰個觀點喺嗰度講。即係希望就係、是，因為我知道有唔少網友係會睇曬我所有嘅節目嘅，咁我有時都唔希望大家有啲重複咗好多嚇。咁啊，即係嗰啲分配其實額外係都會用咗唔少時間。所以咁啊，你話即係我絕對唔會即係瞌眼瞓咯。有時攰就會攰。我今朝都尋到，我今朝都好早起身，咁啊要去睇醫生，咁啊去公立嘅醫院，你知公立醫院啊排隊都排好撚耐。咁啊，但係都話咁啊，其實你都知啊。譬如你問翻泰國拜哥啊，同佢哋做完節目去食飯咧。好多時我係會即係撳住個手機，點解我要準備 update 埋啤梨晚報其他嗰啲即係新嘅新聞，同埋有時啊，如果 update 咗嘅，會準備埋最近分析部分嘅國際新聞。啲國際新聞嗰啲係好花時間，好花時間。咁啊，然後做完啤梨晚報，咁啊，譬如啤梨啊、十三嗰啲走曬，我同 operator 佢仲喺度 ，operator 就當然係要上翻片啦。我就繼續係即係準備緊。你話呢個最正分析，但每次最正分析開始之前，咪去到十點嘅，我自動又會再睇啲新聞 update 啊，然後再編排下。咁啊，即係有時編排佢會耐咗啦，所以佢有時係即係大家咦點解會係慢咗咧？咁啊，當然嗰個有五毛嗰啲我冇所謂，或者你係 hater 嗰啲，雖然唔多都會有咁啊，就冇所謂。但係如果一啲哎呀平時雖然嗰個唔係成日留言，但係佢間中都會喺通常佢就節目後佢留言。咁啊，誒講下我會嬲嘅。咁當然嗱，大家啊，咁啊，唔需要一定會認同我嘅方法嚇，唔需要一定會即係認同我方法，我即刻係嬲到即刻走咯。唔需要一定會認同我嘅方法啊，但係呢個就我咯。咁我係咁啊，即係啲我覺得你咁啊走嚟咁啊，唔好話搞鳩我啦，即係好似唔尊重咁，我一定會發圍嘅。即係我唔係嗰啲啊，我可以仲係我屌你。咁啊，你咁樣，然後我仲可以高 EQ 到對住笑笑口啊，或者甚至十足九頭佢咁款啊，好卑躬屈膝啊，話我提醒你，可能有時佢做到，可能佢有時會，但唔係成日嘅。即係我希望有時唔好對我有太多額外嘅要求。我話點解對，反而係對後屘有一個失望咧？嗰個又有時會出嚟，即係問下嘢，喂，食藍店有咩問題？咁我盡量都會答佢啲問題。即係反而你話其他。譬如有時其他主持佢問啲問題會俾人鬧添，但我係盡量會答佢嘅。但今日佢留太多言，咁又我誒、哎、發脾氣啊，又呢樣佢嗰樣啦，咩EQ咁低啊？但有時希望大家即係都諒解我咯。你唔一定要係要咁啊，即係贊同，但希望大家盡量諒解。如果我覺得唉、哎、連一啲熟嘅都唔諒解咧，我會唔開心嘅。我會覺得做得好辛苦，太多啲額外嘢。我希望大家 focus 翻我做節目係咪真係俾心機做，而唔係其他嘢都要啊！即係佢話誒咁啊，你啊咁啊提下提點佢得啦，鬼唔知咩？但有時唔係一定係即係佢控制到啊嘛，同埋有時即係咁啊，要我自己埋藏心入邊，即係將嗰塊埋藏心入邊咁啊，咁樣嚟谷住，我又唔係咁中意喎。係嘛？即係當然唔會話，哎呀，佢留咗年，佢要 block 佢，我唔使嘅，或者希望佢下次唔好咁就 OK 啦。喂，大佬咁樣谷住我自己，屌你老母咁啊！即係喂，我做節目啫，咁我都講過 N 咁多次，做節目係為咗佢咁啊，同大家咁啊見下面開心。如果做得唔開心，成佢冇意思。同埋做圍爐，其實已經不嬲，我都覺得咁啊有欠兩位拍檔。因為即係咁你知道，譬如即係以前，因為阿啤你成日俾人追擊噶嘛，咁啊追擊啤你嗰個有時會追擊埋我啊、亨利啊、鱷魚啊，咁啊佢等等噶嘛，咁亦都因為我做圍爐，就連累到阿泰哥咁啊、拜哥都被追擊，咁啊初阿泰哥都幾上心嘅，佢有時佢都會咁啊，我都係唔好咁上心噶啦嚇，咁啊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勸人哋唔代表你自己嚇、啊，即係見到啲嘢唔上心啊！即係有時都哎呀，搞到你哋都俾hater佢追擊。咁啊，雖然都係嗰位，咁啊，雖然某程度上都知佢邊位，咁啊，佢都算啦嚇。咁但係即係我會覺得對側邊嗰兩位唔好意思咯，因為即係都唔想咁樣影響到我側邊兩位拍檔。咁啊，佢兩個同我 friend， 阿泰哥識好多年，拜哥雖然唔係識好多年，但拜喜哥我係會同佢有好多嘢都可以講到啱 key。
嗱，雖然唔等於大家乜嘢嘅對每件事嘅觀點角度完全一樣，咁啊冇可能。咁啊，但係大家會有個互相嘅尊重啦，有時都會傾下。咁啊，但係又係第，即係你問我今次我最唔開心嘅，咁啊，你話個心揦住揦住，成晚揦住到依家，佢都係揦住揦住，反而係啲喂。有時候都專登係會答，專登會答你嗰啲嘢，咁啊都驚。譬如咁啊，佢有時問啲咩？我點解藍潔唔識得俾阿百爾哥話啊嘛？我都專登會啊咁啊緩和下，咁啊猛咁話我咩小氣啊啊，即係呢啲，即係我覺得幾唔開心咯，係嘛？即係有時候我想話，唔係老馮係要即係我哋有好高嘅 EQ， 唔發脾氣咁樣接受到一啲我認為好唔合理嘅。講法係嘛？即係有時有啲嘢唔係老馮咁，有時屌嘛，一係就喺節目屌咁啊，又冇意思嘅，係嘛？但係即係，但係我覺得唔係又唔需要屌咁啊，講咁多次係嘛？喺個七公度我都屌睇嚟個心揦住揦住興係嘛？咁啊，佢話啊，乜你話我冇話過佢五毛係嘛？但係即係我對一啲識嘅，唔好話識啦，相處耐嘅網友啲，我係會上心嘅。同埋我個人就係咁，係有時係會發脾氣。咁啊，呢個係人嚟啊嘛，即係我唔會計算佢好多啊。咁啊，發咗脾氣，可能有啲人就會話你嗰啲 EQ 低，佢笑鳩你，哈哈。咁我又唔會計算佢呢啲嘢啦。即係計算咁多，因為反而就我只可以用心做咗節目啊。咁啊，就即係同埋有時誒，唔好覺得好似老馮一定可以，即係會接受佢呢啲嘢咧。即係反而對嗰位即係 T 字頭嘅網友，不過佢呢度佢未必睇啦。咁可能星期五嘅即係咁啊，圍爐可以即係講下。譬如之後都有一位網友下邊留言，康正咁嘅態度，咁就怕就唔係幾好啦。咁啊，當然話唔使你一定係要接受嘅。但有時我覺得，如果連基本尊重佢都冇，又好難怪我發圍喎，係咪啊？咁啊，發圍唔代表一定啱噶，係咪啊？但係即係又即係可唔可以俾多少少諒解？其實我講咁多，可以俾多少少諒解嘅啫。喂，做節目已經不容易，大家相識亦都不容易。有時盡可能係咪？我覺得啊，如果唔係去到好差嘅，我都未必係會嬲，盡量控制住。但係有時都未必真係佢控制到。即係話哦，乜你多餘，大佬，喂呢樣嘢都係即係幾傷噶嘛，係咪拖魚？即係當然，嗱節目冇我都 OK 嘅，因為其實我喺圍爐唔係講咁多嘢，同埋圍爐通常係擺氣抌嗰啲新聞，我就好少抌嘅，我就好少抌。點解？因為通常佢抌啲新聞，基本九成九，我都全部係知道曬，做到即係或者最正分析會有講嘅。但係我都驚，唉，佢呢件事，譬如會影響到啲拍檔，同埋其實已經本身，你問我係做到好辛苦，係已經超出我負荷啦。由當日開始，入埋去即係大紀元頻道做圍爐任我行，後屘因為種種原因啦，就即係出嚟圍爐仲有人，咩大家知咁啊？我其他嗰啲，哇，仲有好多頻道，已經其實本身太高負荷。好多平時我每個禮拜做運動嘅時間啊，咁嗰啲都已經少咗佢好多。唉，咁啊，即係都想，唉，咁啊，咪見到係會失望，係會揦住。雖然我都好感謝大部分網友嘅明白，但有時係有啲咁熟嘅網友，你都咩你唔諒解都唔緊要，使唔使留咁多錢喺出工？係即係係咁話咧，係咪？咁所以都，唉，咁啊，所以圍爐我都諗，即本身已經可以，其實投放咁多，即有啲其實我已經想吸咗好耐，但有時間又唔想大家失望，係已經超咗負荷咗好耐，係即係好想減磅咗好耐，咁啊你話冇乜嘢發生嘅，咁啊就唔會啦嚇，即都會繼續頂住啦。但係當年屌咁啊，有啲嘢係令到你心揦住時候咧，就唉，不如唉順便就啫，咁啊。佢減下磅，有時我都想多翻啲自己嘅
的空間和私人時間，真的不容易。不要說什麼，其實只是每天的最正分析，我講最正的分析，這個真的每天出盡九牛二虎他之力，是真的已經是用很多句很多時間，還有大家你要見到我把聲音，其實近日把聲音都很不行，咁上都繼續好多謝大家嘅蜜糖啦，即係近日把聲都好唔掂，唉咁啊，唉為老我諗，唉咁啊都依家都即係慶幸係上咗軌道嘅佢已經嚇，咁啊可能為老我要減一個星期，咁啊點解咧？咁啊星期五會做，因為下個星期啤你唔喺度，咁啊啤你唔喺度，咁啊我又要揾嘉賓，咁啊有啲嘉賓尤其新年佢期間唔預約噶，即係有啲去咗旅行啦，咁啊。哦咁啊，無謂開人哋個名啊！即係你話，如果你話有 hater， 但係個 hater 就事實上佢又，我又分唔清佢 hater 定 lover， 因為佢又好中意睇嘅節目，但本身佢又大家個思維又唔係爭好遠，我又唔會即係點樣講咧？我又冇啤你衰啲，啤你會無視人，但我又唔會係當咩，即係初初會有少少介意，後屘依家都冇當係咩一回事，咁啊反而有時會多謝佢添嘛，咁你咪變相係幫落佢宣傳，不過就澄清啦嚇。咁啊，從來我哋都唔會係即係嚇打女人嘅，啊偷錢佢更加冇，得我借錢佢俾人係咪？人哋唔問錢，唔信問側邊好多，甚至網台界啲人佢都知。咁啊，但係即係講翻，咁下個禮拜啤你二三四五都唔要揾嘉賓，好咩㗎？好啊，啤你唔喺度，咁啊我又要揾嘉賓，咁唉，咁所以都唉咁啊，所以為奴我都諗。即本身已經可以，其實投放咁多，即有啲其實我已經想吸咗好耐，但有時咧又唔想大家失望，係已經超出我負荷咗好耐，係即係好想減磅咗好耐。咁啊，你話冇乜嘢發生嘅，咁啊就唔會啦嚇，即都會繼續頂住啦。但係當年屌咁啊，有啲嘢係令到你心揦住時候咧，你就唉，不如唉順便就啫咁啊。佢減下磅，喂！有時我都想多翻啲自己嘅空間同埋私人時間，真係唔容易。唔好話咩，其實淨係每日嘅最正分析，我講最正嘅分析，呢個真係每日出盡九牛二虎佢之力。咁啊，係真係咁啊，已經係用好多佢好多時間，同埋大家你見到我把聲。其實近日把聲都好唔掂，咁上都繼續好多謝大家嘅蜜糖啦，即係近日把聲都好唔掂，唉咁啊，唉為老我諗，唉咁啊都依家都即係慶幸係上咗軌道嘅佢已經嚇，咁啊可能為老我要減一個星期，咁啊點解咧？咁啊星期五會做，因為下個星期啤你唔喺度，咁啊啤你唔喺度，咁啊我又要揾嘉賓，咁啊有啲嘉賓尤其新年佢期間唔預約噶，即係有啲去咗旅行啦，咁啊。哦咁啊，無謂開人哋個名啊！即係你話，如果你話有 hater， 但係個 hater 就事實上佢又，我又分唔清佢 hater 定 lover 喎，因為佢又好中意睇嘅節目，但本身佢又大家個思維又唔係爭好遠，我又唔會即係點樣講咧？我又冇啤你衰啲，啤你會無視人，但我又唔會係當咩，即係初初會有少少介意，後屘依家都冇當係咩一回事。咁啊，反而有時會多謝佢添嘛，咁啊你咪變相係幫落佢宣傳，不過就澄清啦，嚇咁啊，從來我哋都唔會係即係嚇打女人嘅，啊偷錢佢更加冇，得我借錢佢俾人係咪？人哋唔還錢，唔信問側邊好多，甚至網台界啲人佢都知。咁啊，但係即係講翻，因為下個禮拜啤你二三四五都唔要揾嘉賓，好咩㗎？好。即係又要大家夾時間啊，就時間有啲要錄影啦，哇唔容易咁啊，又要安排埋嗰個賓單。之前即係嗰幾次啤你唔喺度啊，做埋圍爐係好辛苦，好辛苦，好辛苦。可能即係乘機都要咁啊，下禮拜可能三五嗰兩集嘅圍爐都要減下。如果唔係即係唉乘機咁啊，等我嗰兩日即係減咗圍爐時間，我都要盡準備啤你漫步。唉咁啊，然後就再諗下啦嚇。咁啊，當然即係，咁啊，我又唔想阿百喜哥同阿泰哥佢失望，所以都諗好多，咁啊要繼續考慮下。但首先都係多謝大家，無論係即係咁啊，即係最近分析啦，咁啊
啤你頻道啦，或者圍爐頻道，都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或者喺其他嘅友台嘅出現啦。咁啊，都係即係感謝大家佢嘅支持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就即係差唔多，咁啊，都多謝大家花啲時間聽咗我發牢騷啊，咁啊，都感謝佢大家。咁啊，我只係希望大家可以即係唔需要贊同我每做一樣嘢，不過就諒解一下就 OK 噶啦。好，咁啊，都多謝，咁啊，拜拜。